朱莉莉，我们的民族节韵小筑为您带来这首《小情人坏东西》，欢迎朱莉莉，好久不见 ，Hello。家门前有一条小溪，童年就在那里游戏。你常被我呀推到水里，你就骂我坏东西。那青梅竹马美丽的回忆，两小才多甜蜜。如今呀我俩都长大，却沉醉在羞愧。好像是我身边然而不闻不理，童年誓言抛在云雾里，不能切合呀多么可惜啊，小情人坏东西。在云顶遇见你，你是在阿林九九一哈。大家，我们在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。哇，你下个头唱一台下尾，讲要下尾也是唱一台，啊，佫唔知下一个月唔知，佫是下头佫一台，下尾佫一台哦。来，我们在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晚安啊！来，多一点，多一点 like and share 是最重要的，好不好？多一点 like and share， 好吧？来，那我想呢，刚刚第一首歌，耶，谢谢你啊，谢谢我们的 Cat， 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的红包。他每次叫我们唱歌哦，好无能，好无能，都一弹，个别好无能红包的，我们要拍谁？好，来来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想呢，唱完了第一首歌曲之后呢，第二首歌曲为大家安排的啊，有朋友刚刚我有看到的，有人讲说啊，要唱一些主曲，今天呢。来为你安排一首 Hokkien 的主曲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那首。哎，不是啊，唔对唔对，功夫歌哟，啊惊者。我想我哎，我看啥啦？唔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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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来为你安排一首广东歌先啦。这首广东歌呢，我在开播的时候呢，他每次都在点，都有人在点，但是呢，我是没有什么机会唱到。为你安排一首《我是痴情无限》。容易紧张呐，呀！
人生相见有几分，为了分别时，让你天天想我，今天我是痴情无限。相逢难聚，爱更难，人生痴痴爱几番。今天我是痴情无限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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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算他也再不重逢，我今日都想给你万种痴心爱无限。将来难料会如何，人生似赤甲关山，让我痴爱长存在你的心心里，今天我是痴情无限。是一首经典的金曲。我是痴情无限哈，福建歌曲，想要听福建歌曲 ，OK 的，没有问题的。我每次唱都唱三种语言的，所以哈，一首是华语，一首是广东，一首是现在来一首主曲，为您安排一首《心痛》主曲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。
吃着分东西，希望你会嫁着好翁婿，将咱过去放落大海。我知遥远的所在，将你幸福好将来，心爱的甘在我心内。真情意，我也对你够心意，你我对我真情意，我也对你无情意，提出男性的勇气来，认真打拼才应该，总有一天你会知哦，放下我真无彩，提出男性的勇气来，认真打拼才应该，总有一天加门 screenshot 啊 ，screenshot， 一米哦，一米哦，姐姐，一米哦，好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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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得跪，我得跪，我得跪嘞，我跪嘞，多你阿贝，我得跪，起来啦，笑啦，来啦，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哦，在歌台一路来都是道教啦，是企业中年会啦，公庙啦，一路来，我一进入歌台23年前就是这样，他们有他们的教招，他也40多年了，我看50多啊，在歌台50多，对呀，没有啊，我想40多讲比较年轻一点，对呀，年老，哎，新加坡不白便宜，现在他升级了，已经进到米勒克做我们的评审了，导师哦，评审，哦，评审哦，每一期啊，评审是边改啊，哦，没有，边改边改。那个叫导师，那个打分啊，还要打分，公务公婆啦，啊，公务公婆上，哎，你的嘴不好，我的嘴嘛不好，哎呦，你那暑假听个不好的物件，你的咬字咬的不好，不是啊，比赛的转音转的不漂亮，那些唱歌的人，他们就有一个很奇怪，他们要听好的。我反正听了好，他们不会进步。不是，因为问题是他是电视的那个 telecast， 没有，他要跟他的祖宗交代的，你懂吗？啊，了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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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来比赛的这总要听真。我们的真话嘛，我妈呢？我啊，你看我妈呢？妈呢？我丢物件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当初你说王雷评得很不专业？你想放火烧他的？因为歌台找不到这种人了。什么什么人？找不到做评审，好彩，不是做评审，因为最比我高一级陈建斌啊。
他要参赛，他要参加最后他人生的第最后一个比赛啊，对了，他有奖、啊。然后王雷又 host 很便宜而已，啊，重点叫那些制作人很贵嘞。哇，然后他便宜，他不便宜，那时还没有卖鱼更便宜。没有，那个时候已经是歌台一个了，很贵了啊，贵了。现在、啊，你爆台吗？哎，要爆台了嘞，要爆了啦，爆了啦，要爆税嘞，爆了，爆税了啦，爆税啊，爆税啊，全家爆到完、啊，爆税还爆冲凉啊。包水，包两杯果啤哦。也包啊，还包两袋落地三包分机啊。落地是咩白头诶？我的天，英国诶啊是。不是，阿莫落地啦。阿莫落地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伊即阵伊红了，所以哦，伊是咩物件？是不是即阵红红真久啊？无，即阵过个红。即阵个红哦。哎，我哪里有比明珠姐妹红？我跟你讲哦。叫伊做一个讲拍一个广告，按你看你嘞，你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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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着，你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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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巴干，那干巴哦，干巴，因为所以说我们红，所以别人家红不够他红。当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表演的时候，哎，正八队嘞，正八队、昂恰队来开路做先锋嘞！哇塞，厉害嘞！那个是放炮嘞！你知影讲一阵马打挺得垮的。对对，这个不是没有，凡走过必有痕迹。真的，这个是你的人生写下最完美的。我教你一个成语，是我们这些晚辈望尘莫及。望尘莫及。莫及，莫及，莫及，莫及啊！莫及，望尘莫及，哪里有这个成语？望尘莫及，望尘莫及的莫及，我不会写。对你的崇拜就如滔滔海浪。他妈的，哎哎哎！你怎样？你没读册？你怎样？你没读册？就如滔滔海水。今天讲的话，林北一发不可收拾。那你看，我真的没有，我佩芬在挑逗你嘞。来，我挑逗，我想到。来，想到了，你刚才最后一句什么？啊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当年他们的前途是前途光芒，前途光芒啊，还是前途无量？前途无量，前途无量。他们现在保持的这个身形，这是玲珑有致。玲珑有致，到目前50多岁了，他们还青春永驻。哎呦，厉害！还一力不倒。哎呦，真的是两力老老。我帮你接，我帮你接，我帮你接。哎，我帮你接。今天我们我们的佩芬会讲这种很脏东西呀、啊。哪里肮脏？一公把酒配分公把酒眼袋啊，两粒老老皮骨蛋也会老。有没有刚才那个第一句什么什么老？一发不可收拾。没什么老，你看他是一粒不倒。一粒不倒，但是两粒老老眼袋啊，我们讲的是眼袋啊。那讲人家保养有方哎，你讲两粒老老还 OK。OK OK。林北讲两粒老老，你被人家呼到没有？不会啦，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你奇怪哦，你跟他在一起做事业。在台上做事业这么久，你没有给他感染到你没？不会，去马打厨还没有感染，最厉害就是这一宗了还没有感染。我生平第一次去给那个 officer 问话，你知道吗？问你什么？就问有没有给他搞刷壳啦？人家出报纸这么大张，还没有。哇塞！我是说乖啊，我没有学坏啊。我是说感染，我没有说污染呢。他挑逗我啊，不是我挑逗。哦，原来哦。哎，笑死我！接的还好。那个马打出来，我妈妈还跟我去嘞，那他也被调去问话嘞。对呀、啊，很辛苦啊。做艺人，在新加坡完全没有，就在跟哎在做新加坡艺人完全没有民主了。你讲，来谢谢我们的，谢谢谢谢，哎，邱西洋啊。